我们刚刚从葫芦海下来啊，现在已经到达飞机坪了。这里在修路，机密。哎呦，送你一句话，社会上的事儿好打听。走不了去。刚好我也没存枪，就住我家吧。OK。一定要去丹巴喝我的咖啡啊！我给你做一杯最好喝的。没问题。你到时候记得住我不？OK。没问题。到时候我叫我那个发小全部来一起喝。好。因为我们发小玩的特别好。你现在要少说话，难道你把我发到网上去丢人？真的，我这个人比较，我这个人比较社死，真的，社恐，我比较社恐。
真的，到时候别给我放网上去，丢脸啊！我靠，被我全村人刷到了。啊，我们昨天刚到丹巴啊，刚到党岭啊，看看商场嘛，然后看了个视频。然后你们村里人就过来说不准在这里当场。狼的那大那风发不起如不你孙心难忍住没有。哇，这里看看呢，两手微风吹散你，我知道坐我的摩托永远没烦恼。对，多活三十岁。自由自在展翅高飞，飞向远方心动的绝唱，虽然路上会有艰辛，我依然坚定决心。说话没有一种那种河南的口音啊！妮儿，妮儿，对不对？妮儿，好像是这么说的吧？是吧？我们河南说什么？妮儿嘛，妮儿，妮儿，对对，妮儿，妮儿，整，整，整。你们说欧亚，我们说整。哎，你还懂了？你藏语啊？高声高声高声高。真的。啊。我你们丹巴十八个县我已经走了14个了。哇、啊！什么时候可以带我去一下？我还没去过。把你的房车借我开两天吧。OK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我们的驾照好了吧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我没驾照。你没驾照？啊。我没关系。真的吗？好的。没驾照我来开。啊，我还以为让我开。给我唱歌。OK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现实吧，卓玛与巴西。开玩笑，姐，你多大了呀？这么大了？我。啊。别说24岁，对，真的假的？啊，给你了，你在这骗我。能猜一首？啊，1997、1998年的，啊啊，对不对？对。Yeah. 我看在这谁在了？我看在这谁？等他下来付你钱啊。OK。这个就是我刚刚下山的摩的帅哥司机，然后别人开20几分钟，他只开了13分钟，超级超级厉害，一路上唱了藏歌，非常愉快啊！如果大家来到葫芦海，就找他啊，就找他，找我，就找他。结果他说的是牛皮克拉斯。付钱，这哥，这100块钱太值了。慢一点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拜拜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丹巴了，然后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党岭村的路况啊，全部都是柏油马路啊，路况非常好。我们到格什扎了哦，看这边有好多80年代的房子，然后这里就是杨总的房子了啊，杨总的房子。刚刚到格什扎镇，我们的杨小姐给我们安排了一顿酸菜鱼。哎呀，还整还整，来录一个。